哎，夏导，嗯，如果我娶你的话，需要多少彩礼啊？嗯，66万吧，给你凑个吉利数。不行，最起码再给你666万。用不了那么多啊。不行，你这颜值，你这气质，必须得666万，这样咱俩就能一起白头到老了。那必须的，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哎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那个，我给你算一下哈，夏总，咱俺在一起有60年吧？啊，对。那就是66万，然后除一个60，等于哎，就是一年就是11万多。那个，再这样，再除一个365，就等于个304。这样，夏总。我给你304块，咱俩先处一天呗。你有病是吧？滚啊！不是，我再给你加100行吗？滚！不是，200行吗？